还记得大人说的那句话吗？兄弟就是兄弟。陈家彤呢？刘厅长派人把他接走。我已经决定退学了。七年前，林霞离开周老师家之后，我通过各种渠道一直在打听她的下落，却没有任何结果。因为陈恒对林霞几乎做到了让她与外界绝缘。云峰回到正阳还不到两年，却能准确地知道林霞住在戒毒所，并且开始接近她。我刚刚才理顺了林霞失踪这些年的经历和遭遇，云峰就把陈恒送进了监狱，这绝不是巧合。如此精准，如此迅速，绝不是云峰自己所能办到的。除了我和刘毅、周赤波之外，对整件事情知情的还有林霞、林夕以及曹源。林霞待在戒毒所里，没有见到云峰的可能，排除他。再看林夕和曹源，云峰曾经试图接近邱大人，但邱大人说军训回来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位冯叔。林夕对他姐姐的事情是守口如瓶，云峰就算见了他也不敢暴露自己真实身份。曹源在戒毒所里见过陈恒的录像，应该大致能猜出陈恒和林夕姐姐的关系。但曹源不是口若悬河的孩子，我也叮嘱过他，关于林霞的事情不要对其他人说起。从姚远云汉之死到陈恒入狱，从市局到省厅，这背后就像有一只手控制着全局。这只手究竟会是谁呢？是黑的还是白？我相信周赤波和我一样都不会泄露任何消息给陈恒。金蕊，你还是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吧。假使这件事真的是云峰所为，泄露消息的渠道一定也只能是在你这一方。院长，哎，怎么着，还没消息吗？还没来电话。陈家彤回来了，他什么都没说。我去找他。二位老师，院长，刘厅长来电话了。陈家彤也刚回来。没错，回来收拾行李呢。啊，是这样，刘厅长的意思是陈家彤屡犯错误，不思悔改，无可救药，决定开除。
上肢运动，预备，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哎。
又一次陷入了僵局。他们支队制定了几次围堵毒品运输的计划，一直没有收获。有消息说，本市周边的地区，新型毒品的价格一直在下滑，甘平很生气，却又不敢直接跟刘厅长去反映。工作上遇到困难，向组织汇报，寻求帮助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？以前吃点绿豆，多囊啊！这都三个多月了，怎么还找不到那孩子？怎么回事啊？有什么大呀？为了这件事情，我已经砸进去几十万了，可就这样，人还没找到。该不是您要找的人已经不在正阳市了？你蠢呐！找人去扒衣服？可我总得找一个由头遮掩一下吧。现在闹得满城风雨了，你换个别的招吧。你呀，找个靠谱的人打听打听。行，要是能打听得到，我就不用扒衣服这一招了。我说老大，您就可怜可怜我吧。咱是什么人呢？夹着尾巴还怕警察盯上呢？你让我满街筒的去找人？这，大哥，我再给你三天时间，找到这个月牙印。要是到时候你找不着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死。到时候咱们可就一拍两散了。真是个属驴的啊，要用鞭子赶着你走，这一赶就出成绩了。行，给你记一功。功劳我可不敢跟您要，
不过您要实在想急功，就记在宋尔瑞跟那几个学生头上吧。还挺谦虚。对了，仲英。咱们的货啊，今天在火车站又被劫了。有多少？15公斤多的。送货的人呢？一个货物没留。峰哥，这没剩女的消息还真不行。这个月第3次了，第三次撞枪口上了。哎，峰哥，你说咱花钱跟剩女买消息，不行吧？这还不明白，他无非就是想逼我跟他见面。你们缉毒支队最近几次？骂一顿。哎，不是，这都立功了，为什么还要骂你啊？我哪知道呀。行了，不说了，我走了。喝完水再走吧。不喝了。云汉的牙里有氰化钾剧毒毒药，岂能还带着手雷？就算为了双保险带着手雷，可他当时已经用手铐勒住了姚远的脖子，姚远已经不能反抗了，而且开动了警车试图逃跑，岂能自行引爆手雷？可以肯定，云汉和姚远是死于他人之手。那么置二人于死地的家伙究竟是谁？谁引爆了手雷？还是谁在车上安装了？
能知道我们行动计划的内鬼，他的地位不会低。是他，你隐藏的日子没多久了。刚刚我所说的。你总是走神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说，是不是因为你姐姐啊？林夕，我希望呢你能把我当成你最好的朋友。
搜行李箱是在我这儿。放心吧，宋老师，我们不会乱说的。好，你们回去吧。嗯。饶饶，宋老师，怎么了？这是想什么呢？饶饶，又在担心佳彤呢吧？都好多天没他的消息了，打电话也不接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出事了。饶饶，我们也很担心他，可是咱们应该对他有信心呢。他是一个勇敢坚强的人，等过了这段时间，他想通了，肯定会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，是不是？你们不了解他，他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坚强，有的时候他的内心挺脆弱的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不可能？
今天可新鲜了，多拿点给林夕的姐姐吃啊。妈，她哪能吃了这么多呀？你每天都送，你不吃不坏了吗？拿点。哎哎，这孩子，你多拿点，再给宋老师啊。行，走了妈。哎哎，慢点啊。哎，这孩子。